大家好，我叫小明，我今年是30岁，我毕业于 OSU， 我是商人，我又高又帅，我也有高兴又用功，我喜欢游泳、跑步、看电影和打网球。我有很多奢侈品，比如大厦、跑车、私人飞机和最贵的墨镜。我喜欢热心和美丽的女孩。谢谢大家。